是呢，建议皇帝呢任命袁绍做太尉。太尉呢是位居三公，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。谁知道袁绍不干，跳起来了。什么？我袁绍做太尉，他曹操做大将军。那我上朝的时候，站班排队，我不是排在他后边？哪有这个道理？这曹操是什么玩意？曹操这个人，我跟你们讲，他曹操这个人，他死了好几回了，那都是我袁绍救他的，现在他倒爬到我头上来撒尿了，他想干什么？袁绍说了这样一句很重要，他难道想挟天子以令我吗？这原文呢，袁绍这个话说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要知道，当时就是大将军也好，什么太尉也好，司徒也好，老实说那都叫做徒有虚名，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分崩离析，每个地方的都是地方军阀在把持着的，这朝廷的号令出去啊，那反正这是叫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就那感觉。大将军和小将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关键是你的地盘有多大，你何必要争这口气呢？啊，但是曹操确实很大度，曹操一看觉得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和袁绍公开翻脸，于是曹操上表辞去大将军职务，让给袁绍。你不就想当大将军吗？我让你当。最后呢，那么皇帝说啊，好吧，那就让袁绍当大将军。老说这时候皇帝也实在是一个，老说做不了什么主的人呢、啊。袁绍当了大将军，他才不闹了。其实袁绍得了一个什么？得了一个面子，一点实惠都没有得到。他现在虽然官位在曹操之上，他谁也指挥不了，包括曹操。袁绍是想指挥一下曹操的，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，你现在不是在朝廷当中吗？啊，你不是大权在握吗？你给我把两个人杀了，一个叫杨彪，一个叫孔融，我杀了。这个袁绍和杨彪、孔融呢有过节，他想借刀杀人，曹操怎么会听他的？第一，曹操很明白现在是收拾人心的时候，不是滥杀无辜的时候。曹操不是王允，曹操也不是袁绍，他绝对不会扩大打击面，根本现在就不是杀人的时候，何况还是杀名人。即便曹操要杀杨彪和孔融，坦率地说，曹操也是不喜欢杨彪和孔融的，孔融最后也是被曹操杀掉的。但是要杀，第一不是现在杀，第二也不是你袁绍让我杀我就杀，我什么时候想杀再杀。于是曹操一本正经地给袁绍回一封信，说袁兄啊，现在天下大乱，所有的人都是不安的呀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朝不保夕的，人人自危啊，是上下相宜之秋也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执政，哪怕我们用最坦诚的心来对待大家，恐怕大家还不相信我们呢。如果我们还随随便便的杀几个人，那人家不是更不相信我们了吗？不能这样做。袁绍碰一鼻子灰，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，还没话说。碰了一鼻子灰的袁绍
是不了解曹操的真实想法。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县，当然有自己的打算。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提到曹操把皇帝迁到许县后大权独揽，要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那么历史上的曹操，他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？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曹操本人当时的想法，但是可以肯定一点，就曹操的智囊团是主张奉天子的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曹操的谋士荀彧。曹操前期五大谋士：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贾诩、陈豫。第一个就是荀彧。荀彧跟曹操也有一番对话。荀彧啊，他谈到这样两个观点。他说第一点，当今之事，维护汉室，保卫皇帝，就是一面正义的旗帜。第二点，将军您一贯正义，董卓造乱的时候，是将军您最先举起了正义的旗帜，叫首倡义兵。关东联军停滞不前的时候，是将军您最先出兵去攻打董卓。皇上颠沛流离的时候，是将军您派去了使节。皇帝回到洛阳的时候，是将军您把他接到了富庶的许县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将军您一贯就是维护王室、维护皇帝的。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皇帝的身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应该趁这个机会，赶紧把迎奉天子这件事情完成。如果等到将来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四分五裂，天底下的人都有了诸侯割据一方的心思的时候，那就为时太晚了。因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：奉主上以从民望，秉至公以服雄杰，服弘毅以治英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，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，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。荀彧说呀，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，这是最大的趋势，他称之为大顺。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，这是最大的策略，他称之为大略。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，这是最大的道德，他称